对一个学佛的人来说，世间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轮回，因此解决轮回问题就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，也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目的。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救度轮回的众生。在六道轮回之中，这辈子我们好不容易出生为人，又遇到佛法，因此我们最高的目的就是让佛将我们救度出六道轮回，这是我们人生最高的愿望。若是不了解佛法的人，他本来就不相信善恶报应、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，也不知道六道轮回的严重性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相对于解脱这件事，是悠悠泛泛地在过日子，好像没有眼睛，一步步走进火坑。但是他自己不知道，到了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因为临终时能遇到善知识来引导他念佛，乃至十念或者五念、三念、一念而往生的机缘，是很稀少难得的。有一首偈说，人身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。确实是这样，如果生死轮回的解脱还要等到来世，这样希望就会很渺茫。因为一旦堕入三恶道，所谓一失人身万劫不复，那种惊慌恐怖痛苦是无法形容的。人身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我们必须要依靠阿弥陀佛的救度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成就，当世圆满。不要抱着一种下辈子再来的观念，这样是非常危险的。将解脱生死轮回寄望在充满变数的来生是没有智慧的，因为机会是渺茫难知的。今生好不容易已经为人，也好不容易遇到了佛法，更不容易的是遇到了阿弥陀佛的救度法门。现在不信受弥陀救度，而想等待以后，机会一失，何时能再来呢？